想到徐老师居然把导师的位置留给了浩南叔，也太感动了吧。嗯，徐老师真的很贴心。这个感觉就好像浩南哥陪着我们一起毕业一样。对啊，突然好想念浩南哥。走吧，走吧。老徐就喜欢做这种煽情的事。但徐老师，丫丫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你要帮他隐瞒了？事实上，徐念雅，丫丫，她。王同学，这么说的，你好像早就猜到徐老师可能会这么做。你跟徐老师真的好熟哎。干你屁事！鸡我。算了，确实不干我的事。陈安敏。学长，我想要你的尿泡。你有你。我也想要。啊？哇！来是谁？想到你这书呆子这么受人喜欢啊，不能辜负学妹们的心意啊！谁想要你学长的鸟课啊？谁想要？好想要啊！徐志远真的好受欢迎哦。对啊，居然这么多学妹想要他的纽扣。纽扣？不要吹。原来早上那些女生那么兴奋，应该就是想要嘉宝跟阿美纽扣。我们要赶快行动，没错，就是现在。各位同学，等下上课钟响，记得回教室集合，拿毕业证书哦。看来这边只剩下单身的喽。对啊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回教室。我心脏的这第二颗纽扣，代表我的心，送给你。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紧张。不管你是要靠近我喉咙、食道、肺管、肺、心脏、肝脏、脾、胃、胆、十二指肠、腰子、小肠、结肠、盲肠、直肠、阑尾的纽扣，统统都可以给你哦。这么大方哎！谁要你们的纽扣啊？啊，很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收好，收好。阑尾的要不要？十二指肠不用。对，不用。考虑一下嘛。对啊，哎，好说歹说，我也是杀蛇版的贤明啊。站了，快来换一个红纽扣，快来背个白纽扣，啊，就要天天拿纽扣来先看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的胸口看啊？蓝色的裤子上的第二颗纽扣，现在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了。爱丽丝，
你绝对不可以那么失控，会吓到可爱的守卫的。守卫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第二颗纽扣给我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要拿东西跟我换哦。啊？我要拿什么东西？现在你可以把第二颗纽扣拿走了。易容，你算什么、啊、我再回送你一个。安静。先拜托三位先冷静一下。你们通通后退。后退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可后面。这样就对了。哎，谁啊？凭什么叫我们后退啊？你没看到大猩猩看起来很困扰吗？帅哦！
他们都走了、啊，不要难过啊，我还有纽扣还没送啊。如果你们要的话哦，一个人可以两颗啊。你白白的我可以啊，来，逸翔比较配他。来了来，你要的话纽扣还没送，哎，来来来，给你给你啊，来，可以的，可以，直接给了啊，接受一下，还蛮像的，可以的，还有多的，干嘛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，都给你啊，妹妹，给你了。欧轩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？现在情势很严峻，不要问这么多。要是我拿走齐家宝的纽扣，他不就也会？这些女生一定是在等着免费看齐家宝的胸肌，我绝对不能便宜他们。此路不通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怎么这里也都是人呐、啊？这里应该就可以了。怎么不小心呢？我帮你带。你是不是很想要我的纽扣？嗯，我真的很想要。想要的话自己拿，反正我早就是你的人。齐家宝，到底要不要？要。嘉玲，你太用力了吧？我这样怎么知道哪个是第二颗扣子啊？那我帮你找吧。我怎么找啊？对了，领导，你有趁流川枫出国之前跟他要纽扣吗？纽扣不是要毕业当天要才有用吗？而且我这几天因为他要出国的事情，心情真的很复杂。今天是看到这些女生这么疯狂，才想到纽扣的事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也没有啊。期待着你的出现，回想着你的画面，想待在你的视线，珍惜每一